树东宪，我是王佩岑。哎，厉害了！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一样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巨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对，他是好久没有在荧光幕上露面，特别来我们节目的。哎呦，厉害！听说现在是常年居住在北京啊。是啊。他当北京人去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现在是地球村嘛。嗯。不管你住在哪里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的。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啊，哎，也拉近了。很近的。是吧？现在呢，直接啊，有时候啊，北京啊，然后飞台北。那也不过是两个多钟头了。嗯，像我们香港回来，我会跟他讲说，麻烦你就飞快一点，时速飞过千，大概一个平常大概飞800到900公里。嗯，那我们会教他飞到差不多1100左右。嗯哼，1100就冲，很快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你跟他讲的时候要带刀叉过去。你不要乱搞，被抓去关起来了，就是说嘛。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再回首真性情，陈明真小姐。好，贝西。哇哦，哇，辣妹辣妹。多久的时间没见？哇，依然美丽呢。一年没见，我们上次在我们上次在北京录节目的时候。哎呀，对呀，你看这要经常回来啊，是吧？现在飞机又那么方便，对，所以一定要经常回来。丢啊丢，他已经是等于是半个北京人了，家也在那里。连人家说家里面一定要养动物嘛，对，所以家这个字有没有一个宝盖上面凸出来是烟囱嘛，嗯，有没有是一个家底下一定养猪啊、养狗啊，或者是他连动物都养到北京了，嗯，几只小狼狗，没来，养狗的，养狗，你养狗，养狗也是排遣时间啊，是啊，也是兴趣，对，有些狗舌头灵活的就很开心，啊，怎么样？狗啊，对啊，对。他舔你啊，舔你啊，很长，但是我通常不太让狗舔我的脸。哇，是我也养狗，你养狗吗？我没有，没养狗啊。对啊，没良心。那是个狗多可爱，感觉很没有爱心的感觉。我告诉你，男人会变心，狗就不会。有没有看到？你又不跟狗谈恋爱。不是，至少他没有背叛你离去啊。嗯，是不是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第二首歌他要唱的是念念不忘的情人。狼 K 啊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情人让你念念不忘？一定他有他的优点，信不信？有些做口碑，有些是做门面。到底这位仁兄是谁，能够让陈明真念念不忘呢？先听歌。
想要的人轻轻回头，电话接通，忧郁的女子说不出口，匆匆地挂断我盼望已久的问候。哦，念不忘的情人啊，我痴痴地盼望你还在乎吗？一往情深的恋人啊，我如今的感应你有感应吗？我念不忘的情人啊，你飘忽的身影我依然牵挂，又爱又怕的恋人啊，你迷惑的眼神我放心不下。唱很少唱，但唱得很好啊，可能是有用真感情在诠释这个歌。有没有看到？哎，霞奈呀，不用脱帽敬礼啊，对啊，这样多尴尬，对不对？要脱大家脱啊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还有我秃头嘞，对不对？拜托。为什么你戴帽子不会遮到光呢？啊？我戴帽子遮到光。当艺人就是要像向日葵一样，哦，要先收起来了。来，送你啊。带起来，带起来，带起来！这一趟回来还闹了一个新闻，还蛮大一条。哪有？嗯，刚好上通告。是，很多人都在问了，怎么这一段，这个算是惊天动地的一段恋情？然后女人的事你来问好了。我觉得女人是你不是最懂。怎么懂不懂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女人就会。但是。